是这个形象可不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音乐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里面最大的要素。真的吗？嗯，平常是有在做流行音乐吗？就是有，但比较少。我都还是听西洋经典音乐。经典音乐，对，比如说Beatles 啊，然后 Radiohead 啊，然后地下四人啊，就是我喜欢听老一点的音乐。我觉得老一点的音乐比较有故事性。所以你有常听像白鹿那一类型的？也有，但是它比较难成为你的生活的大部分，它会是在某一个情绪中会影响你。那平常的休闲，例如说，你有特别喜欢看的电视节目，或者你看生活你喜欢做的事，然后这些东西有可能这些东西跟你现在在做art 或者设计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吗？还是它其实是完全是两件事情？我觉得好笑是，其实在我一直都蛮喜欢看康熙来，但虽然不是很常看，但是会看。但是其实在得奖之后，我会很注意这些艺人们他们的一些现在在做什么，他们说了什么，就是我会开始觉得他们好像跟我有关的，就是也许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。得奖之后有让你更常去逛唱片行吗？其实我很常逛唱片行，可是我还是逛福利区，就是成品最里面那一区。成品最里面那一区是那个电子音乐吗？没有，就还是 alternative 的那一区。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包装都好棒，我也是会就看了一张，我根本也不知道他谁，就买回家没有买太好贵。但是我一个月大概会做两次的东西，而且包装都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那个画面都。没错。